将在吉隆坡接受专业教练的培训。今天就登录我们的网站报名，并透过 S N 网站参加。车的加的门的独特的风景与文化，还有各种风味的美食，就像这杯欧套经典白咖啡，拥有独特的南洋风味，也具备了面向世界的魅力。Isteri saya ada masalah. Anak saya call saya dan saya pun terus hubungi. Thank you.
听很多朋友说，如果你的孩子还没有开始，可以听得到今年春晚上面有一个很特别的综艺叫做《春潮》。这个春潮呢，其实也是潮州地区很著名的一种政治综艺、政治手法。所以呢，你看曹国祖是不是很有心思啊？对，我知道这是后来在翻修的。可以看得出马来西亚的华人或者说槟城的一些华社特别在保留古迹方面下了很多的心思。嗯，而且我觉得潮州人有一个很了不起的地方，那你们虽然呢这个是一个大家都知道闽南式的建筑物，可是你一进来大门的时候我就注意到门神好它的那个雕刻有点不一样。哦，是吗？你在这方面有研究吗？我有看到它有点不一样的地方，是在门神的它的那个头冠上面呢有潮州的一个四大名绣之一电高绣。这个电高绣呢原则上哦它是从刺绣上面而来的，但是呢它放到门神上面的时候它又特别特别能够展现出是潮州人的一种功力，甚至代表潮州的个性之精神。这是潮州人的想象。我猜是的，可是我的比喻我的文化比喻没有那么小，因为这种文化的一些讨论我觉得也应该不会是比喻才是支持的，就是很多人对时候一定会有个支持的，就如果有这个支持的话就可以去啊，或者是做一些的支持。